啱啱認識 KER 啦，咁第一年嚟到呢個 Fair Opportunity 嘅一個 job fair， 但係到今年咧經歷完一年 intern 啦，更加深入認識 KER 之後咧，就自己覺得可以成為當中嘅一份子，去分享過往嘅經驗啦，亦都同大家一齊去繼續努力，咁所以嗰個感覺係覺得好開心嘅。其實在這個 Fair Opportunity 裏面，我作為一個叫做畢業一段時間做緊嘢嘅 volunteer， 其實可以分享翻我在工作上面或者我揾工嘅時候嘅一啲經驗啦。咁喺呢個 job fair 裏面咧，我唔單止揾到一啲心儀嘅工作可以去申請啦，嗰、那個panel 嘅 interview 裏面咧，咁佢哋係相反咧，佢哋唔係問我問題，反而係教咗我一啲求職技能，咁亦都係我今日最大嘅得著。咁好多謝 KER 今日俾呢個機會我出席。因為我自己的 disability 咧，亦都令我咧揾咧，例如可能揾 internship 啊，屬於比較難啲嘅。對於我哋喺私人嘅學生嚟講，但係今日好開心咧，可以參加到呢個活動，而且頭先 interview 個表現都應該算係唔錯。咁有幾個僱主就話有興趣咧，之後透過呢個平台再發啲工作機會。今日的活動咧，其實好幫到我。咁就算我同嗰啲僱主去傾翻啊，其實佢哋都會我覺得係袋錢落袋。